潘晓婷是中国女子九球领域的标杆人物，曾多次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夺冠，成就十分突出。除了实力强，潘晓婷的颜值也备受好评，被不少网友称赞为台球女神。据了解，她的三围分别是93、64、92，堪称魔鬼身材。潘晓婷漂亮又多金，为何至今40岁仍然单身？这令很多网友十分不解。此前潘晓婷早期的室内写真被曝光，当时她穿着简单的白色上衣和牛仔短裤，清爽随意，女神慵懒地趴在床上，双手支撑起上半身，尽显性感妩媚的气息，整体氛围非常好。看到这一幕，网友纷纷直呼我不配，潘晓婷真的太美了，关键是这么漂亮的女人事业还那么成功。她是中国花式台球领域的第一人，不光台球打得好，平时还爱玩惊险刺激的赛车。要知道，很多中国男人都是不喜欢女人太强的，潘晓婷这样又美又强的人，也难怪一般人不敢娶回家。那么对于潘晓婷这位台球女神，你有什么评价？